向新人女歌手陈心怡17日凌晨20许驾车途经油麻地海宝路时发生严重车祸，送院抢救后于4时16分终告不治，年仅26岁。陈心怡的父母亲友于医院认尸后，随即前往车祸地点进行路径。由于现场是高速公路，交通警员也在现场搜集证据，但亦特别设置路障供死者家人路径。现场陈心怡的家人皆神情哀伤，不多时灰蒙蒙的天色还突然下起大雨，更让现场倍添伤感气氛。